很多人问老夏啊，老夏你这钩子钓金货怎么样？咱们试一下啊。百发百中。半斤起步啊。哇塞，顶住了！哇塞，半斤起步了这条。力气非常大啊，稍微等一等啊，慢慢来。住他啊！千万！哎呀，他泄力啊！对着这个鳝鱼的头啊，猛点两下！哇塞！哇塞！顶死他啊！我死亡旋转，哇塞，这么大呀！大不大，兄弟们？看一看啊，金货啊，大金货！哇塞，哦，到位。